开饭，今天我们吃猪蹄、红烧肉，还有豆干。有鲜香干炒的这个五花肉，就这样的香干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哈。配料表的话就是水、黄豆、食用盐、酱油、石膏，口感很软，而且是现做现发的，吃到后就直接炒一下就很好吃。拜拜。新竹炒米粉，啊，这自己炒的，好吃，就用这种干米粉炒的。我这个一碗大概是用一个半炒的，泡软了之后用开水泡30秒，泡软之后直接炒就好了。
拜拜。教我们吃虎皮辣椒。哎，加上虎皮辣椒。这个菜一般都是我没有胃口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都会吃这个。酸菜跟羊肉很配，对吧？我们这个酸菜的话，排三包更划算啊，一包的话是一斤，没有添加剂跟防腐剂的，乳酸菌发酵，无盐酸菜，香辣脆。这个酸菜粉酸菜面好吃吧？嗯，宋朝的酸菜呀，这个酸菜鱼啊都好吃。羊蹄子呀，蹄子都烂糊了。太好吃了。
羊肉跟香菜真配，太好吃了。上面撒满了这个柴火和辣椒香啊，这个柴火和辣椒建议大家是选中辣跟加辣的好吃一点，一股糊香味，可以打蘸水，可以做凉拌蘸水香料，油泼辣子都可以做啊。对，但看起来好有食欲对吧？对，糊香味好香啊。好吃。